大家好，东北四老师。今天呢是3月19号，这我们东北啊，这天呢一天一天变暖了，这个供暖呢到了快到收尾阶段了。但是到这个时候，这煤泥呀、比煤火，现在这个行煤厂啊、煤球厂啊，各种用途这个用煤泥的地方，这现在都在备煤泥，备煤泥为夏天的生产做准备。头几天啊，煤矿停了，洗煤厂停了，这现在又都正式生产了。这现在呢，又有煤了，也有煤泥了。我今天呢，我就来给大家呢看一下了。那个现在洗煤厂的煤厂最常用的煤泥都有哪几种？再一个呢，看看它的价格。来看看这个煤厂啊，都有什么样的煤泥？走进去瞅一瞅。这看看是4000卡的煤泥，这现在可以运输了。这个煤泥是足4000卡，这4000卡的煤泥啊，现在就是280一吨，这都是4000卡的。这现在是这个煤泥啊，量有，这个也是最常用的煤泥。机器的煤泥啊是1/3焦，它含焦啊，所以说它就是咱老百姓所说的扛烧。再一个呢，它挥发分好，37.8克，所以说它这块啊燃烧啊，就是做行煤啊、做煤球啊，燃烧不黑心的，也就是所说烧的透。这一堆这都是4000卡的，这中间隔开了，这面是3000卡。你看这3000卡的煤泥啊，就是我们用量小，做行煤啊、煤球啊都是不愿意用它，但是它和呀高卡煤泥掺一下子，实际也可以。现在你看我这3000卡的，但是啊，堆的时间够长了。这现在这水啊，也就是14-15个水能有，14-15个水都不一定能有。现在这个运输可好运输了，这个搁了一冬天了，这煤泥啊放了一冬天，这干的也够快的了。3000卡的就没有，3500卡和4000卡的，你那个用量大，所以说这3000卡就堆了一冬天了。这个煤泥呢，这现在的价格就是140一吨，3000卡的140一吨。头一段时间呢没有生产，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这个煤泥啊现在都有哪个品种，直接看你用哪个品种，现在这各个品种基本都有，这个价格呢还不算高。看这堆煤泥，这是去年冬天存下的，4500以上5000左右卡的。看这水现在能有多少，现在拉随便拉了，这回拉仓储运输可以不占箱了。化验呢够4500的都堆在这儿了，这里有还有5000多的卡的。这个煤泥现在是400块钱一吨，现在买这个煤泥是便宜了。这一个煤泥是干，再一个呢这个煤泥卡数高，但是我们这块卡数高的煤泥啊都价格它也高，所以说这个煤泥啊，那个5000卡，那个4500卡往上的煤泥啊，这也是消的慢了一点，所以说就堆在这儿了。你看这头这煤泥，这3500卡的，这用量最大，你这拉回来就拉走了，生产这刚生产拉回来，这看稀溜溜，这样就都拉走了，这都没剩下。这3500卡，这个是行煤厂啊、煤球厂啊，用量是最大的。所以说这个煤泥啊，这销售也快，这是拉出来多大一堆啊，2天就拉没了。这个煤泥价格是220一吨，就是价格呢也不高，所以说这个煤泥啊走最快的，这个煤泥是攒不下了，这是搁这控水，你看稀溜溜啊就装车拉走了，自己跑长途啊这样都容易胀箱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存不下，就是这个煤泥啊销售最快。用量也最大。今天呢，这来给朋友再装点煤。这个煤啊，没给大家分享，看这煤泥在这儿，顺便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煤泥。现在就是你看都有什么样的煤泥啊？价格。今天来装煤啊，匆匆忙忙的。这个煤啊，也就没给大家分享。下次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下这煤厂都有什么煤，什么价。这个煤泥这一块，就给大家呢分享到这儿。这个大家对这块需要咨询询问的，现在有节目群联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